cómodo. 说 ，BYO， 我来啦。晴光说：“安安。”哦，大家晚安，欢迎收看《日本大有病》。嘿，好，这个跟我们讲晴光安。好，这个应该是真的最后一支我所剩下来比较新的游戏了。嗯，再来的话到底是如何，我也不晓得。嘿，这个今天玩的是磁浮飞车 Omega 合体，这个游戏基本上之前在 PS 时代就已经有，到现在，哦，这个已经不知道第几片去了哈。不过这次是它的总合集，并且高画质 HD， 然后对应这个 4K 电视，但是我没有哈，还有 Pro。我没关系，应该 PS 的效果应该就已经算不错了哈，大概吧，我不晓得。对，然后现在 EA 如火不是 E 三展如火如荼的在举办中，今天我po一个魔物猎人的新闻，让大家看了应该会很兴奋。哇，太棒了 ！Eric 整个已经这个整个湿了哈，眼眶湿了哈 ，OK， 太感动了，对不对？不然现在人在 E 三没有办法回来哈。所以可以等他一三展回来以后，如果有上线的话，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一三展这个观看之后的心得哦。科一，我躲到不要英文，所以我没办法。我上次玩的这种高科技风的赛车好像是超人时代。超人时代科一展，那应该是 F Zero 吧？哈，红白那个发米孔的任天堂他们的 IP， 就是有一个这样像戴一个黑色面罩、红色头盔的队长。说。你 PU 要干嘛？你又不玩 WWWWW？ 哎、欸，不一定哦。PS 出的话，有朋友玩我就会玩了、哦、之前我就很想玩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直播，好不好？因为我没有去改机，没有办法改成这直播的这个 3DS。哎、欸，现在可以不用改了。PU 68,345。而且呢，还有这个以前 PSP 我有买。之前的话有收到这个什么？哎、欸，班长邀我是吧？好，班长叫一下。还有之前有这个新的。看我讲什么魔物猎人的话 ，NS 明天都出一曲，好像也会一并不是一并哈，不同了。晴光 Double Cross 会发，看来要出 MA 叉 W 团了，都可以玩，嘿，感觉是很不错的哈。好，班长玩的是，班长会直播当中的。3DS 的魔物猎人要硬改或软改才能直播，等于等于。我在直播对啊，在直播一款赛车，等一下，我在考量十二一点。一起来玩。不对哦，等一下十一点就十二点哦。科一说，他是 PS 的建议 ，A 阿斯先去玩龙族交易吧。任天堂的发表会好，不然等一下应该可以顺便一手一起来看介绍。还有今天早上，还有今天早上还爬起来看 PS 的发表会。我没有啊，没有那个机器，我要上班，我也没办法。没有，也不是爬起来就睡一睡醒过来，想说好吧，那就顺便看一下，真好。好吧，也不能说失望或不失望，但是正常发挥。说十二点我也要看任天堂的。对，魔物猎人 World 这可以玩了。梦幻 World 我没有什么兴趣。对你好像之前也是没有在玩哈。2048这是最新的，是不是 ？Fury 是，我们从。旧版的开始好吗？对不起，库尼有玩吗？库尼蒙航也没有呢，他也没有玩，他也没有玩那个系列是吧？他也是没有玩那个系列的，只能选一台。所以你会买吗？蒙航应该多少还是会买吧，就直播啊，因为观众还是有人会玩嘛。像郭某讲，他们应该就会买，我猜了。我就应该会买，还那么久，2018的事情，啊，很快啊，半年很快就过去了，是没错了啊。好，直付飞车，然后加速怎么加？哦 ，U O 68,345，说 X X 不太期待，比较期待 W。哎、啊，刹车是哪一颗啊？我都不知道。这游戏不用刹车的，是吧？不、哦，这是 Xbox One X。我觉得，主机的价格有点变得太高了。
Zinkchuan 说：“大家好。”哦，小臂长猫哇！我看速度感很快，但是不太会控制这台飞车。哟西！我感觉游戏声音很小。说 ，ONEX 台币15000，要买得下去很难。哦，重开一下，怪怪的。重新比赛，控制都不会控制。Double Cross 不太期待，比较期待 Word， 我也是哈。感觉上，至少操控会比较有新意吧，大概。没有啊，那个《魔猎人世界》今天竟然会转圈。跟 Xbox， 对吧？跟那个 Double Cross 比起来的话 ，Double Cross 其实妈换汤不换药啊。我靠了！现在特殊武器可以用吗？特殊甩尾而已。有，基本上是一个马里奥赛车的概念。哦，抓诀窍！啊，跑错了，可恶！有是有。柯一说。今年换 PRO 的表示 ONEX 我用不到，不如用不到。嗯，我是没有闲钱的，有闲钱就买一台，真的。看他对应好多 PRO 的那个 title， 那个、啊、哦，今年他主打也是。那没有用啊，你要换电视才行啊。你的电视没有 4K， 连 HDR 都没有。对啊，好想哦。有闲钱的话，换电视跟换 Pro， 应该是这样。没关系啊，今年开始 4K 会降价吗？降啦、啊，降多少？降500也是降。他那时候你可，柯一说 ，PRO 真的流畅好多，等一等。的新机，43寸的那台已经出来了嘛？已经出来快两个多月了嘛？嗯，他那时候你可43寸4K HDR 的电视啊，对，猜猜看多少钱？30000。43寸的哦，跟你那台差不多大吧？嗯 ，4K， 然后呢，有 HDR， 对，35000。然后你觉得多少钱？35000，那台价25000块。啊，是哦，哎，25000可以考虑，看起来不对啊。那如果是那种国产的话，像 BenQ 有一台20000多块的啊，哎，好像也是50寸还是？哦，反正今年。的电视都会有低阶的 4K 面板出现，但是它只是应该这样讲了，它有 4K， 它也有那个 HDR， 对，但是不要指望它的 HDR 是最高的，就是它最起码它是一个标准的 HDR， 可能没有到最好，但是它有 HDR 的功能。这样讲啊，像我想买那一台电视，我想买的那一台是，比如说那个50寸的，那一台应该70000上下吧。他那一台了不起，也是，应该你这样讲好了 ，HDR 设界定那个规范出来的等级，假设它是 HDR 规范出来的那个标准，假设它是100分，嗯嗯，我们假设它是100分，就是说你要达到它完美的话，要100分的话，说真的车给你这样撞，应该爆了 ，WW。就连现在最贵的那个，就连最贵的 OLED 的电视，它都没有办法到达那个标准，而且 OLED 的电视非常的贵，因为 OLED Panasonic 今年也有出一台，那一台好像是100寸，那价格我靠，七位数，价格应该是7位数。那你说我刚才讲那20000多块的呢？简单讲。它可能在 HDR 的标准范围范，就是标准范围里面，假设它的范围大概是70帧左右、60帧左右的那个 HDR 的水平，但是呢，以那个价位来说，我觉得一般人都可以接受。对啊，还不错，一张20000多的。对对对，就是说，简单讲 ，OLED 是那个薄的像纸的显示器吧？有 HDR 跟没有 HDR 的电视呢，你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它当它开启 HDR 的时候，
跟没有看 HDR 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 HDR 的差异性。嗯、那讲真的，如果它以40寸、43寸也好，就是说40，我把它当成46寸以下的啦，有 HDR， 然后价格在2万7千块左右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符合入门的标准的，就是说你可以买了这台电视，你可以马上感觉到，可能感觉不出来 4K， 因为老实说 4K 要在65寸以上才比较明显，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 HDR 的威力的。好啦，没有钱了，有钱再来搞一台，不会倒。那个把 NS 卖掉。好。Go！ 我就玩起来很像 F-Zero 啊。超人 F， 所以公模多想要，公模多要买电视的话，可以考虑的哦。我讲才刚买主机啊，他电视不买已经撑很久了，还会撑更久的。说，听孙叔叔讲评价哦，我听孙叔叔讲评价，孙叔叔是谁？班长叔叔，孙叔叔一直孙那个孙悦先生，就是一直应该是你在讲古哦。Let's go！ 我敢被攻击了，有武器耶，怎么用？哦呦，有火箭筒，一颗而已，靠呗！然后流畅度其实是够的，然后发射，中了！超猛的。说，我等阿奇丢二手电视，W。二手电视没啦。阿可是我换电视，这一台会扛到客厅去啊。对啊，而且就有问题，应该拿去修，应该不换。放心，等你过保了，你就不会聊了。他都可以修。哎呦，我靠！要 K 过来，走开！还有，今天终于有把那个什么，实况什么盟友、哦，他那个功能给开启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小起点怎么样收集的。小起点是我直播，你们就可以点小起点吗？还是什么？那得那跟钱一样没？对啊，但是他是从哪里点嘛？那个意思是说，他不是给钱给你点，你再去跟推去换钱嘛？好像不是，那个只是点可以给点而已、啊，不是给钱的。哦，就是玩家不用出钱，但是算评价之类的，我不晓得。总之我已经开启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在哪里看得到点小起点的东西。公模多，一台电视，一台电视，如果你也不要 HDR， 也不要 4K 什么的，你去买一台 InFocus 就好了，那台几千块而已。哇，都 OK。虽然不是什么大牌子的电视，好歹那个面板也是夏普的面板。First， 好，过两关了。哦，新的战船出现了。第二台选择涂装，涂装也只有两种颜色，橘跟绿，蓝色。看这一台怎么，它的飞机长得好像是那个宇宙巡航舰了，等等几条啊、嗯！操作起来蛮简单的哦，一颗按钮就可以玩了，按叉叉就可以加速了，转弯就用类比去转就好了。哎、欸，你说班长，它没刹车吗？这游戏好像没什么刹车的，它只有放开油。因为这个系列我完全好啦，波浪服，谢谢班长建议。现在我一直在等搬家 ，WWW。等搬家，班长你们要搬家是吧？
板中一件汉字。发射，马六赛车来了。如果你要，如果要买电视的话呢，去全国买，去全国电子买吧，最起码跟他买有五年保固啊。哦，五年保固，我跟你讲，但是 Sony 的现在没有喽。在全国买 Sony 的电视现在没有五年保，没有，他就是 Sony 保 Sony。阿可的那个好像只是之后就阿可那个应该是最后一批的吧？我不知道，应该是吧？对啊。反正你买完没多久，好像过了几个月吧，半年左右吧。我记得那时候看到那个什么，他就说有人去买啊，现在Sony的电视没有在那个全国版保了。Radar Mob DD 说：“阿可安安，大家安安，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哦，阿瑞，那种我靠，太酷了。哦、oh! oh! 啊，哦，啊，这一片还有中文吗？有。你这一片到底是哪一家公司做的？我不知道哎，没去研究。索尼是索尼本家的吗？本家 studio。柯一说，你这冲法会不会等等就直接旋风冲锋龙卷风了？可能会有龙卷迅猛脚出现哦。我现在第几名都看不到，干最后一名哦、喔！高毛的啊，我不是第一名。说阿瑞安，对，我看写第八名，他妈的！干，我想说你前面都没有车，我想说人所有人都在你后面。对，我也是这么想、啊。搞半天，你是连第七名的车尾灯都看不到，被其他的车给搞到了，就一整个 GG。他这个甩尾不是甩尾，对啊，就是甩尾的部分是按 R2 跟 L2， 但是他甩尾还兼加速，所以算那算刚好，不然弄不来。有点快吐了嘛，这速度跑得太快。他用 VR 玩了，还好这没有对应 VR， 他可能也有自觉。对应 VR， 然后还用第一人称视角。对，感觉这云霄飞车了。拿到道具就没有时间发射，因为找不到敌人发射，超惨的。那个地板黄色画叉叉就是可以捡特殊道具，但是捡了没用，因为我根本找不到敌人，超惨的。招尾牙的，哦，看到一台了。开！啊，我好不容易看到车，又这样让他错过了。路线，好，这场玩超烂了、啊，啊，得背秒，我操！没有，前面那一场玩还不错。但是今天看Sony的那个发表会，蛮意外，旺达与巨像居然会出重置版。对，到底是在干嘛？他就直接出旺达与巨像二也可以啊，还要重置几次啦？画面是变得更漂亮了，但是，对啊，不太可能吧？他都出单作，他好像都没有出系列的，没有啊。重点是他出二也不可能那么快就做完，照他那个东西要 PS5 才发，好不好 ？PS5 快结束 PS6 的时候，东西这么慢的速度，对啊 ，PS6 快要发的时候他才会上的，好夸张的。PS6 好像要发的时候才会知道，那时候阿奎已经快60，有那么快吗？有那么久吗？现在才 PS4。对啊，
Come on, go. 说，今天下定了深夜回。哦，下定了深夜回，哦，不错哦。我那一家公司的东西我完全不合我的胃口，跟我讲你自己玩就好了。哪一家？就是深夜回那深夜科一夜回的那一家。深夜回是啥？我不知道是哪一家。它就是有点猎奇，然后可爱风的 game， 然后解谜要素比较多。这样你老婆应该很喜欢的。不会，就是那个还是要看的，有一定的族群在玩的，我觉得不是我的菜。高毛豆说日本一，日本一哦，日本一人。哎，玩了一下他的魔界战机，玩了20分钟我就放弃，觉得。也许他真的很好玩，但是我真的不喜欢玩这种。哦、到底说他是 SRPG 还是动作游戏？动，看至少让我第七名一下。好，看他妈的那么快，加油！公模头一天到晚在一直买游戏，订游戏，买买买，订订订，就连在电视里都没有买个屁啊你！柯一说：“我这时候巴哈订单才5片，我收敛好多。”哇！这一关你要至少抢个第七名，我看是有点困难。Motherfucker， 基本车子跑的速度都已经没有他一般最后一名来的快了，尴尬。技术不够，技术力不够就没办法赢。说日本一其实要用技巧过关，但前提也是要用尸体堆积。我不知道哎、欸，好像没有这个功能。柯一。说要去用堆尸搞懂技巧，对，要先用堆尸搞懂技巧。对啊，他操控跟一般赛这个不太一样，好像蛮重意 RL。我日本一最有印象是以前 PSP 的特色英雄游戏。说，但你以为我不想玩？我等于下划线，等于气到我都想把我家电视全砸烂。哦，下鬼高，鬼被捅出来。柯一说，话说阿克这个好像要跟玛丽欧赛车一样，要攻击你好像没啥机会攻击 SD。对啊，因为根本追不上了，又是第八名，我的 fuck！ 你好歹也让我有一个名次吧。妈的！你把你家电视全砸烂，你还不是一样没得玩？好，计时赛，看好，这速度啊，第一台速度真的比较快。妈的嘞！左右左就可以空中翻滚，快点阿可，等下用空中翻滚。左右高毛哥说没得玩没关系，那我要让我全家人没得看。就可以用空中翻滚，你可以试试看啊。右左右，应该是一般一边加速的。什么时机点都可以啊，就反正不管嘛，你就是用就对了嘛，你就试试看嘛。右左右没有啊？你当然没有看说明嘛，它上面说明就是说，你可以在柯一说，你爸妈知道你这么狠，会不会在你饭菜里下毒？要在空中呢、啊，要在空中飞起来。那你要飞起来的时候，对的。
好，那他妈飞起来吧。刚刚已经飞了，已经用了。它会旋转，兜里的。这根本就是马里奥赛车，没错。说，他们也不煮给我吃啊。完了啦。不煮给你吃，后面有那么可怜吗？不煮给你吃，就买便便自己回家吃就好了，不会便便的。哦Go. 科一说：“那在内裤放辣椒粉。”内裤放辣椒粉是哪一招？喂！哦，左右左也可以，不要左右左右分。我的速度快到，这恐怖了。Come on, dude。说。这是小学生吵架吧 ？WWW。好 ，finish。没有过吧？这片是在马里奥啊，这片一定是在马里奥赛车之后出来的。对啊，马里奥是红白机的时候，他、啊、这块一代是 PS 超任啦，红白机没有马里奥。对啊 ，PS One 时代还有。啊。马里奥最早最早是在超级任天堂。对啊，超任。当初也是第一块有加装特殊地面的游戏，所以地图很好，可以旋转。嗯。你终于拿到第一名了、哦。没有，那个是加分那个什么计时赛，所以我现在过刚那关，用这一台看看。按圈圈吸收，还可以吸能源。反正没有说明书，鬼才知道哟。科一说：“超人的马力欧赛车好久，那时玩两次就不想玩。”我在乱转。我右转，还没有完整转一圈，它不能够超级 boost。所以你应该看到跳台的时候，你加速啊？没有，它加速就是加速。你按住，没办法飞更高吗？它没有那种，要怎么讲？没有 boost 这种功能在里面。没有那种吃那个香菇喷射，应该有这个道具，可是我现在没有看到，没有吃到这种东西，就知道那个妨碍。那你现在不是在炸弹吗？只是按住在加速而已啊。那你就飞之前一直按着加速啊，这样敢冲就够高了吧？没有，我现在一直按着加速啊，这游戏不按着就不会冲啊。不过我看你的影片，有时候速度会变快嘞，是踩到什么？下面有个箭头，就是那个加速地板的，跟马里奥一样。马里奥那个一样。对对对。那你要在跳台之前找到加速地板，对吧？找到了，干掉它。欧巴狗今天看了一个影片，那个也做实验。什么？阿可，嗯，今天看了一个影片，你要不要学他做一下实验？做实验。那个人把他的 NS 绑在空拍机上面，从300公尺的高空上面丢下来。神经病。然后没坏，还可以玩。科一说。看阿克玩这个，我一直想到 Z 钢弹小林卡兹开着核心战机撞陨石。哦，核心撞陨石，什么东西啊？我现在认真在开，好不容易不是最后一名。我刚才没有很认真吗？有，我现在很认真在开。我说你左下角那3%是什么意思？是表示你没能源了，对不对？有可能。他不是说按圈圈可以吸能源？根本没有机会。按钮它都圈圈叉叉跟方块混在一起就拍底了，你知道？我靠！它不就放在四个角，有什么很难按？说那100分号应该是要撞爆了。你要按那个，我靠，八块，中。哦，原来按圈那个吸收是回复能源的。
不能翻转，翻转就是扣能源。老师嘞，冲冲冲冲冲！是超就是超越超多了，膨胀东西。加速一定要踩嘛，这不踩就输定了。哦哟，天！看这没知道，哎 ，OK， 好。哦，得归你啊，看一下，第五名，哦，有过就好。解锁中，又多了一台车吗？没错，敏捷型飞船开放，敏捷型飞船多一台。这一台哦，看起来有没有比较快啊？第一台最快，操控很稳，火力超强。好，往往看。要跟我讲一下哦，那个，我靠，马上就快要死了。We underscore Katie。说。Katie上空吗？哇。可以让我有小起点的功能呢，请问一下小起点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不可以这个跟我讲一下，比如说要怎么加，帮我加小起点，还是他有特定的游戏才有小起点？我是看不太懂啊。就之前那个什么萃取盟友功能，我已经开放成功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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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core Katie 说：“哦，你终于成功了。”没错，我终于成功了。昨天晚上在没有直播，原因就是因为，我昨天有没有直播啊？好像有哈，有。昨天直播篮球之后，然后结束我就开始一直在看那个盟友功能的那个条件，一直试很多个，终于把那个他的那个什么 ，OK， 最后一圈了。终于把他的问卷给填成功了，这样，然后就申请过关了。只是我还不知道小起点是怎么样产生的。哎呦，等一下，那追凶我跑得蛮烂的。分数会蛮烂的，果然是失败，换一台车。Fiber speed。等一下11:30，让我讲一下哦、喔。这个我们直播就先结束，我们12:00的话，这个有兴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这个见证一下任天堂今这个E3里面的实况的解说哈，有阿格会可以陪大家一起来看，但是稍微先到时候30分钟稍微让我准备一下 ，Let's go， 好，今天直播是磁浮飞车哈，这个 Omega Collection， 哦嘘。SJ12642 说 AR4NN 哈哈 Kiss Jerry 上空吧，说
好啊。Nice。嗯。Come on, dude。好炫。说，看阿奇现场播报。没错。但是他任堂之前在他们自己的 Direct 里介绍了说，哦 ，D O H I Y O 100 100克小起点是 1.4 美，至于怎么分成，我就不知道了。感谢我们 KD 赏小起点的提供，小起点会直接跳哇！好，感谢 KD 赏。所以这相当于 donation 的 1.5 美是 OK 了解了 Ouch 可是他 小起点就不用 PayPal 可以过了还是什么你们还是要用那个现金去给哦小起点是这样分的吗还是100个小起点是 1.4 至于怎么分成我就不知道了 OK 小起点的效果就只有这样而已、哦、说原来你不知道这个是多纳克我不知道而且你有一个你的 icon 变小起点了耶好酷哦所以就表示你有 donate 的意思是不是变成小起点了哇靠 Soka 完全不知道哦我还以为是一个给评价，好像给赞的东西。这是骗钱的东西啊！这设计太鸡歪了。真是感谢我们 KT 上、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真的很不好意思哈、啊、，KT 上，阿里亚总在吗？这是什么 ？We underscore KT 说，小起点要先买、哦，是有一点不方便，可是全球通用。全球通用欸、所以只要有付小起点，你在我频道就会变成小起点达人。Underscore Katie， 真的耶。说欧付宝就只有在台湾。Okay, 了解，的确是哈、哦。白色机种。马上就有个说小起点怎么买？对啊，小起点怎么买？我要好好解。马上就变成方块了嘞。哇塞，黑色方块的 icon 就在前面，这么酷！好，希望大家全部都成为我的小起点，好吧？聊天变小起点，这样。Go go go go！We underscore Katie 说，点聊天室里面的小起点图案就有购买按钮了。国建比旅、oh. 说，阿奇安安，大家安安。国建安安。国建 KD 上终我的小起点功能终于开放了 ，KD 上已经成为我们小起点成员之一啦，好酷啊！一个小起点呢、欸，是因为付了小起点，所以会有小起点 icon。然后会把特威奇账号跟亚马逊账号连接。哦、国建比旅说，那么好有小起点？对啊，为什么会有小起点？只要付了就会有。说点你前面的吗？哦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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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哟呼！这颜色好深哦。国建比旅说：“我都没有。”赶快升一个小起点出来呀、啊！是因为那个什么 ，KD 上小提点付太多，是不是？所以就变成小起点达人，是这个意思吗？我去！国建，我们今天玩的是磁浮飞车啊！哈，这个。上次马上现在都还没有时间介绍。说，聊天室送出表情图案的按钮，旁边多一个购买小起点的按钮。这购买小起点的人会有什么好处 ？KD 上可以说一下。国建比旅、就是、说，升小起点是豆内给你，你怎么不豆内 HDMI 一晶荧幕给我？会underscore KD。说，我也是零买的啊。要多纳克的时候才马上买100点。电视可以用，可以看就好了。做什么一机屏幕？我靠，我要飞出头了。Let's go。好，国建，我们12点台湾时间12点左右会跟大那个什么。
大家一起同步收看这个任天堂的 E3 发表会哦。届时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阿奇怎么都没对手？国建比这个是说巡回赛阿奇，电彩阿奇，我并没有，好不好？愿者上钩啊，不然、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哦，觉得不错的话，再给这个我们的这个台主一个鼓励。小起点好处是给实况主，不是给观众的，你就当做等级比较低的特威奇帕特纳。国建比吕说，发表会你又没有邀请叶子。发表会我没有邀请叶子，叶子根本搞不也不需要我，好不好？知名度差太多了，然后找我干嘛？是不是 ？OK，OK，、okay. okay. 翻，这跑不完的，要跑19圈哦。速区19 ，OK， 干弄不要。国建比吕说：“你出钱，我就帮你瞧。”出钱我就帮你瞧，我没办法、啊，穷人家。好吗？那我个可以靠实况来养活自己的，真的很厉害。我那也真的很辛苦啊，哈。对啊，像我只能乖乖的工作哈，实况只能够拿来当做跟大家一起互动的消遣娱乐哈。哦，好，我去。跑不完的，不知道24为什么还跑不完，有点搞不太懂这个模式。McDonald's J 说：“阿奇永远都是默默的实况，默默的实况，默默的实况组，影武者实况组，好不好？没有人知道我的存在。哎呀，不会啦，还有大家收看我的实况，我就开心了，好不好？”真让我认识很多这个线上的好朋友，我看爆了，结束了，对不对？国建比吕说：“你乖乖的工作开实况，还已有收入，我工作开台还是帮你宣传，你还不给我参加，我还要自掏腰包传设备。”抱歉，好不好？国建真的非常有心哦。KSJ 12,642。怎么听起来有点哀伤？说怎么听起来有点哀伤？这一台真的是非常可怜。柯一说：“靠实况赚钱，到时会觉得有必要吗？”靠真人到时会觉得有必要吗？我觉得应该说要怎么讲？实况这个靠实况赚钱这个的话，我觉得以。年轻族群来讲的话，我觉得有那个本钱可以，我不能说你就是有这个本事跟本领的话，我觉得可以玩。可是长久来讲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怎么讲，新兴行业这个实况组的部分，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会变成什么样的形态，这个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现在是很夯啊，对，那它别于有点像，不太像一般的职业别的，对呀。像我们只要乖乖的跑去做游戏，有没有？做游戏可能还科一还说两三年前还行啦。做游戏可能还比较实际一点嘛，还要领公司薪水。这个没有公司薪水，真的有一顿没一顿，真的会很可怕、啊。Go！ 有中，呜呼！哎，干中招了，可恶啊！说，阿奇今天索尼厂有什么让你觉得亮眼的吗？索尼的话呢，主要是。我其实对那个地平线的 DLC 还蛮有兴趣的呢，我还以为是 D 这么快就要出二代，因为对啊，那个 DLC 感觉起来是接在那个破台之后嘛，对不对？对，因为我看他那个东西有我看他里面有相关场景，很像是那个
破关之后，应该说如果你有看到那个，你有看影片吗？他不是有个地方看到山顶爆炸吗？对，其实那个爆炸的地方你后面会去。最近还有在开主机，我稍微补玩一下地平线。但是我的地平线是借来的，他妈的我要买地平线了。没有，你就再把 OB 那边再把借回来就好了。哎，不对哦，他 DLC 说对、啊、班长晚上好啊，所以没办法。说刚刚买了一罐可以去除玩具出油的，努力地擦拭中。啊，是哦，你说出油是指那个 PVC 会黏变成胶状的那个黏黏的那个吗？看小 B 介绍一下是哪一罐，等一下传代给我。哦 ，KT， 我刚刚不在。玩具出油，就 PVC 有时候遇到天那个温度温差有的时候，它会出那个凉凉啊。基本上你的 PS 的手把也会啊，也会啊，都有一些胶都会这样。尤其是 PS 三的、啊。Zinc 七万。说，是的，就是把那个黏黏的擦掉。小兵，你该不会去买那个除胶剂吧？那个一罐多少钱？看起来不错，有这个东西设计的。高毛的。说。阿奇说：“辉说，你想靠实况赚零用钱的话，那你还是乖乖宣传自己比较好。毕竟现在当红实况主都是参加很多聚会跟工商活动。”真的啦，我觉得就是一句话而已，有没有这个动力跟说觉悟？同意哥莫托要直接干那个实况主这一行。对，我觉得目前可能还没有到那种程度，你知道吗？高毛说：“小 P 我也需要 BVB。”库伯多，你需要什么？你哪里会出油？丢一丢，你有没有买玩具？它是肚皮会出油啊，不是？什么鬼、啊、？Zinc 七万说，班长说话都听不清楚。我说话听不清楚。科一说，一千五百小起点买了，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科一大户哦，说哦，马上就出现，感谢科一的小起点一百点，阿里阿多。有效，我再跟大家说。科一说，这样吗？那可以也会有出现小提点的 icon 吗？可以尬广1500次。哦，尬广1500次。科一的也出来了。哇哦，感谢科一赏的豆腐脸，要不要？在小提点有吗？有诶，你出来了，出现小提点的 icon 了。国建比旅成为日本大名小提点的一员啦。感谢我们的科一赏。国建比旅说，我要示范一下怎么尬广1500次吗？好啊，靠你啊，应该尬1500次了。说，来去到垃圾。到垃圾。高毛的。说，班长，你确定我没有拼命骂等于号的名？小提点你就偷跑说他到垃圾。还赚了1500点。C H E R E 尬广一次，感谢我们的大一组国建赏，尬出了1500点的小提点。好，台主真的非常的辛苦。我的零零一是按摩棒啊，那可以变成小大型大起点吗？就1500的话是大起点的。国建比你怎么不要脸？一天到晚我只有尬广一点，拉傻傻的。只有尬广一点了、喔，一点为什么写1500点？阿奇，你看错了，混账的东西！好，那一点就算了，马上吐出来。哎、欸，啊，它就变灰色的小起点哦、喔。我看那个国建现在是一个小箭头，灰灰的这样。尬广一次乘以1000，哦，这么神奇。说，班长你少恶心啊！班长你少恶心啊！为什么？班长说了什么话？科一说，那题材搞得跟对岸直播平台差不多了。想按摩棒是不对吗？哦，靠背啊！身体酸痛拿按摩不对吧？哎，你想到哪个按摩棒去了？国建比旅说。因为我说乘以1500次，因为我说乘以1500次。国建比旅说差不多啊，我还是搞不太懂了，没关系。什么就原则上就是你就当做人家给你好宝宝贴纸，就可以拿去跟那个剧情换钱。说特别图案的小起点好像费用不一样，有这样分别。国建比旅说
小起点是在该实况还有等级之分。国剑比吕说，你少骗人斗内越多等级就会提升。你会去玩，哇，还有等级有美少女 PV。说我的 PV 丝都是有内裤跟内衣的美少女 PV 丝。你不是个大叔控，买什么美少女的 PV？ 国剑比吕说，图案不同，但是点数都一样。好，再次感谢我们的 KD 长以及国健，还有我们科医长哦，的小起点的发放哦，小弟感激不尽。科医说 ，Cap 1000，这是什么东西？一千。国健比吕一千个说 ，Chair 这个 Duhyoe， 这是另外一个图案。你看，我可以再弄其他图案的。科医说，可以，你会玩的很多、哦，国健也在玩了。你看，我可以再弄其他的图案哦。说，啊、是哦，摸大笔的。我真是大笔了，可以送一千点，科一送一千点，可以感谢，可以再洗版，一千点够豪迈一点就送十万点了。你人家你是有支持我们台就很开心了，好不好？还是一万点，你这样就真的变练财台了，不行这样，好不好 ？OK， 你本来就一直想要靠这个练财，唐仔没有好不好？说大家安安阿奇安安，每天上空帮我的 S， 科一过不 了说。弄了一千五就丢一丢，等于等于。弄了一千五就丢一丢。国剑比吕还哦说，唐仔安安。We underscore Katie 说，感谢大大。感谢可以大大。我们的干爹大大。拉姆金安安干爹。国剑比吕说，现在来看阿奇练财。Come on， 现在来看阿奇练财。我改天 PFB， 我的 PV 丝都是女生居多，不否认。班长说我练财，大家都觉得我练财的。我只是照我的时间开台而已，好不好？小弟认真开台。你放屁啦，认真开台，一天到晚就说，哎、欸，我要怎样可以让观众一直懂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好不好？说，所以就叫阿奇早点把特威奇盟友手续办一办，拖到现在。没有，那他那个我跟你讲，人在日本 XDD。他有一个那个问卷，那个真的很难搞啊。1500点美金19.9元。玩那个猜谜游戏，600多块而已。我在很想写一个攻略，如何那个填写那个什么？中文那么烂，你写什么攻略啊？哎、欸，不要这样，我以前好歹也是写游戏攻略的人，不要这样。那你是写日文攻略，你不是写中文游戏的攻略啊？是日文翻中文的攻略啊？不一样吗？对啊，所以一样吗？你的中文都是靠别人帮你翻过一次啊。我的中文哪有就自己翻呢、啊？看到日文字要翻中文、啊。上台北开个会来回就5000多块了，等于等于，所以我花得下去。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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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e underscore Katie 说，阿奇姐啊，我帮忙分享你的攻略。说而已。国剑比吕那个说超麻烦的那个名字啊。写攻略你不只会嘴，都不快点写，库迷都写了好几个游戏的心得。我只会嘴炮而已，好不好？你知道写攻略很累的呢，本人什么不会，就是很懒，超懒的。这种东西贴 FB 要给谁看？我没有用 FB。对，班长没有在用 FB 的，班长基本上跟山顶洞人一样，根本没有在用任何。科一说，写攻略没啥必要吧，写心得就差不多了。我没有用 FB， 我没有用推特，我他不想跟任何人有瓜葛，不想跟任何人有任何的交集跟任何的。什么？我只是不希望人家一天到晚来烦我而已。哟，国剑比吕说，实况问科一就对了。以前一个晚上电话，唐仔说，阿奇这几天有没有开直播一三？这几天没有开一三呢，因为这都太早了哈。应该我说的早，你要怎么开？我都不用睡，要上班真的不行。早上五点，中午早上九点，然后早上九点我已经在上班了。至少有证人。We underscore Katie 说，等下十二点的任天堂可以了。是在哪一座山里面找到班长的？是在哪一座山里面找到班长？说，可能科一，我比较想看你实况野球的攻略。花果山哦，在底下搞。说，我两年前有转播过一三 W W。哦，两年有转播过一三哦，酷哦。这应该已经开了是吧 ？OK。科一说，实况野球哦，我频道有练投手的攻略。哦，练投手攻略。刚讲他填写里面，他有问你的英文名字，还有你的英文住址跟英文的游戏区号。
你直接去填，其实从那个国建比旅邮政局去查那个东西是对的，凌晨3点到5点的叶子的 UBI 宣传活动，我有看到到头跟尾中间在睡觉。然后你要填错了，他就直接错了这样。叶子有收钱。说班长是美猴王 WWWW。UBI 的也算是 UBI 的，应该是特。特约他有薪水可以，应该是有薪水，他当然可以。你不然你叫微软还是叫索尼给阿可签，他也可以。我两年前在虎牙转播，当时是跟苍天哥还有的 NT 2001讲的，讲到快睡着。早上三点起来，我可以说通告费超过你的 PVP 巨人给你一抽中银，好吧？不用一万块我就起来了，真的。啊，真的是。有下，这应该是前几代的赛道，看起来我1000块就可以了。我1000块就可以了，真的，我们台主真的是非常的用心良苦。郭建，郭建，就算你100块也没人找你。郭建比女说：“你好惨的讲干话。”讲这什么话、啊？国建只是不主持而已。对呀、啊，一冲下阿尔米，但给我中死人脚。好棒的，好不好？后后郭沫都有买很多 PVC 啊、哦。我现在都不敢买了，玩具我现在都不敢乱买了。基本上我已经很久没有买。国建比旅模型我也说，那就对拉阿奇说一万块不也一样。GK 模型连做都没做，就这样丢在那边。现在我们的版主在吐我们台主了，对。你不能这样讲啊！阿可豪好，国建，你根本没名气啊！人家阿可豪宅是二十几年前过气的那个电玩游戏，二十几一定要拿出来 cosplay 我，就是是。啊不然呢？过气很久了，你要强调，不用讲过气，好不好 ？OK。虽然真的是你根本没有红过，唐仔不算过气。说，对，真的是没有。但是中海巨人。哦，开完了。好吧，那换个讲法，好歹阿可在演艺圈混过。也没有哎、欸，根本没有。国建比旅有啊，说录个影就算了。二十几年前你在实况圈过的名字跟他的名字，谁听过 ？S 算有到演艺圈混过了。你在实况圈我的名字跟谁名字？谁知道啊？当初麦卡被招我去，就是你是二十年前有主持亚洲电玩，其实也才结果去实况麦卡被之后不怎么样，所以就没中了。等于演艺圈混过会很久。唐仔说：“我想要兵长抽不中丢丢。”九只，哦，那也不少钱了。我现在都直接看看模型，也是直接看看完脑补做完，好没事哦。对，现在就是不太敢去花那个。没有钢骨拉，我现在可以放。第一个对，然后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做那个模型了。我现在，我现在就是光用削我原来的，我就觉得已经很开心了，这样就很满足了，因为太多了。我现在基本上是没事就在丢东西。我第二只有爱莲，第二只有爱莲，所以你是想晋级的巨巨啊，不晋级巨人吗？说回来了，小皮总回来了。基本上我之前等你的小起点了。我之前最想。我最想买的 PVC 应该是那个雷欧内塔那一只，虽然一直很想买，但是我后来还是没买，因为我没有地方放。雷欧内塔改的那一只还是什么？不是，不是最早出的那一只。哦 ，PVC 哦，就是那个雷欧内塔在影片里面有出现。其实我也没买很久了，真的放不下。我那时候也很想买，因为看是那一只对面有买的样子。啊，那只好像快三十公分吧，我想说，干，那我要放啊，我需要放啊。说，等我什么？等你的小起点呐、啊，快来抖我。他就是叫你给他钱呐、啊。放不下加一。他说：“小B，我直接有，我这边有个账户，直接汇款了。”不知道氪不氪金追兵长好。OK。会 underscore Kitty 说：“阿奇在等披桑多纳克。”基本上我现在买东西，我大概只会买书比较多了吧。嗯，对吧？真的，小 B 自己生活要顾小孩都很辛苦了，不要勉强他。高毛对。说光光，其实好像用处不大。之前就是小 B 帮我买那个玩具，几乎都是用成本价在卖我，说没什么赚钱，好可怜的，生意难做了，好不好？哦，有更多逛逛一下那个。小 B 买模型吗？
多逛一下那个幸福人生啊，不是小兵，你那个拍卖叫什么名字？幸福天地啊，不是幸福人还是什么？糟糕，有点忘记了。看连自己朋友拍卖卖场都不知道，小小大幸福。我真的忘记那个卖场了。没有，就太久，最近就是一直没有跟小朋友，对，跟那个小 B 在过那个玩具的东西。说虽然打扫反兵长还蛮可爱的，马上又要想买了，惊，是不是？这个时光怎么一天到晚只想？没关系，不重要。没关系，不重要。好，我想起来了，夏日幸福。说阿奇是不擅长记忆的动物朋友。动物朋友，夏日幸福。夏日幸福，哦，记得上我们拍卖上面搜寻一下这个。小铺哦，这个 OK， 帮小 B 加加油，打打气啊、哦。OK， 又是他奶奶的姑娘不理我。嗯 ，UKBS， 我要叫他进来，等一下这个边堂说，我按雅叉人妻跟兵长这两支中球旗，一支旗对 biu biu， 可能在棒赛吧，知道？日本人也是要棒赛的呀。哦，超级幻影，这个已经有点霓虹了。他奶奶公模狗，少花一点钱在手游上面，你要电视早就有了，好不好？高毛狗。说祝福你了，大虎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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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跑到车子爆为止。这阿根的地平线打哪里？高毛的，说，我手游没在氪金啊！大虎溜，大虎溜，大虎溜，大虎溜。你直接讲主线，我大概就知道你在哪里了。主线没有什么继续在动的呢，我最近都在解支线，啊，快爆了 ，OK。有解支线啊？嗯。那个猎人的猎人公会，你去了吗？忘了，我真的已经忘了。你记得要去加入那个猎人工会啊，他一开始会给你三个任务，那个三个任务去解完，他会给你一个不错的装备。啊，说，嗯，他反正你之前应该就会有遇到那个猎人嘛，就是在某个地方有个蹲着一个人，你跟他讲话嘛，他会叫你去参加猎人嘛，你就到了那个最大的城，因为你已经到了嘛，你就已经到了那个最大的那个城，你去找一下那个猎人工会，进去以后加入他。他会叫你去接任务，你就去把他最基本的三个任务解完。你解他的任务，他都会给你装备。你如果叫我把手游删掉，多的时间就可以打加机，这还情有可原。大不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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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的任务都不难，其实都还蛮简单的。那个我想慢慢玩的，对啊，那片真的不错。我再反过来才是蛮推荐大家玩一下那个地平线。可是那边你说你想慢慢玩，哎、欸，我那时候破关之后花了多少时间？你说你花了一个礼拜，然后打到不吃不喝嘛？我花了九天，我后来打完大概时间是100多个小时。努力上攻吧哇！嗯，嗨嗨嗨，非常 Q， 干这么难攻，他谁在啊？刚刚班长国界比旅说，问题是你加机游戏都你都要卖光光了，还在实况呢？我刚刚有看那个、啊，你们玩那个，你玩那个赛车游戏，还在玩呢，还在玩呢。对，所以我才 call 你进来啊！我说阿克，因为阿克等一下要那个啊，等一下啊，Nintendo の E3 あのキャンペーンが始まるから、一緒に今天哦，行きましょう。今天要等一下再半个多小时、啊，没有卖啊？台湾时间12点。因为刚刚我看了那个日本电视超好玩的那个节目，真的看着入迷的是吧？那个有一些艺人呢到那个亚马逊，然后坐船，啊，真的亚马逊？太，对，那个南美的那个亚马逊，嗨嗨嗨嗨，太有趣了，太有趣。那节目叫什么名字？日本国安哦，南美。陆海空应该可以找，
陆海空，他叫陆海空，陆海空、应该是陆海空。啊，节目就叫陆海空。哦，哈，大概对，你会查到那个海军陆战队是不是？没有，那个还好，因为我有几个那个专门有放那个日本的那个节目的那个网站上面，把每天的他都有丢上去。嗯，对，一定有这个节目太有趣。那边那个亚马逊那边啊，有一个植物，放在皮肤上的话，就变那个刺青一样黑黑。然后有一个日本人，现在全身变黑了。对，还在演。哎呦，还在播。哦，正还在播，所以要找的话就等一下下。对啊，你一天到晚都在卖家机的游戏，你们讲那么多废话了。哎呦，阿哥，马路这么大一条，你就直接撞到那安全岛是这样。我有时候会被吸引过去，你知道吗？看应该又没过，妈的又是第八名，这很难呢，这赛比强。近期来讲的话，十六号的这个飞鼠兄说：“大家晚安，《魔物猎人》要进化超高清猎人了，波浪符，没错，终于不是魔狐猎人了、啊。开心啊！你要开心了、啊，好吧？飞鼠兄，感觉空方蛙从来不玩魔物猎人。そうです。クニさん、Monster Hunter World やりますか？PS4 の。啊，興味ない。班长要玩的话，考虑一下。哎、欸，真的，干班长。”昆宇都这么说了，是不是加入一下？要钱买了我都不要了。还好啦，OK 啦，搞不好 OBO 也买，就跟他借来玩就好。但是感觉像莱恩加梅的感觉。我觉得 OB 不会买那一件，因为那种游戏的那个操作方式 OB 不大好玩。我就跟他讲说，现在最新版的、最热门的，不玩就不潮了，他就会买了。我不像你一样，一天到晚只会变。害朋友，害朋友，我说 Obi， 这真的好玩，你不玩就不吵，跟不上时代。我 PS 隔天就买了。我现在都，我都叫你自己看一看，你真的喜欢，你再买。你没有很想要玩，就不要浪费那个钱。不要这么说，有的人玩游戏是为了好玩，有的人是为了吵啊。官网有写对应人数一人，连线游戏时最多四人。那去换你的音响。国建比比说，反正阿奇玩三天就不玩了，又在推坑。不要这么说。飞鼠兄，你看快打到现在都还在玩，所以是单机做，是不是？对，国建就只有这一次可以脱嘴而已。对，这家我一天到晚只会害人家，每次自己玩，妈呀，好玩的，好玩的，然后三天后我卖掉了。没有实况还是要过生活，就算是再好玩，你还是得生活嘛，是不是？也只能够卖掉啊，对。对啊，每天都很好玩，真的痛。唐仔说，对啊，对阿奇玩了几天就会卖两手不玩。对，卖两手不玩，卖两手就玩不到，不是不玩。说，我一直在推坑人家玩实况野球，现在还在玩实况野球呀。可以啊，自始至终实况野球很难推啊。上次的热情，很难推啊。你玩一玩也断头不玩。玩科达米的东西。说，热情无敌，断头不玩。啊，这点被 KT 上吐槽吐很严重了。因为后来 KT， 我可以告诉你，阿德说，哦，后来玩起来好累哦，好无聊，不想玩。我没有这样讲，好不好？乱讲话，我跟你讲哦，班长每次为了要追求效果，他都会加很多料进去。我并不会这么说，大家要说一下，真的。会问国建是这样，国建我讲话最诚实，国建讲都不会，最会加水。对啊，我这也被推坑。这游戏大家不用担心，好不好 ？KD 上还有国建，因为这个东西数位版，杀也杀不掉，卖也卖不掉，还是有机会玩。OK， 国建阿可也有叫我去买。他也知道我有电脑，但是因为我电脑没有在我房间里面，所以呢，还好有班长爆料。根本就是在玩 PS4， 他就不出啊。PS4 版出，我就再买一次，没问题。你看国建，你看 KT 讲话多实在，我都没有骗人啊，我讲实话，我只是陈述事实。还好有班长爆料，混账！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 ，God damn！
你不要去污染黄河好不好啊？那跳到十分水库也不行啊！说，你够看库尼玩什么再跟着玩？国建比吕说，库尼都会玩得很彻底。那跳到大汉溪，跳到淡水河都行。说，竞速类我只期待基利斯波特。基利斯波我是蛮期待的。国建比吕说，以后不要跟阿奇一起玩了。啊，不要跟实况组玩了。唐仔实况组说，对呀，阿奇买了一些 PS 加没玩了一下，倒没在直播玩。我是怕大家看的 会无聊啊，实况组打还是有一打那么大嘛。你们还一直抖内给他干嘛？你还不如抖内给我，还会陪你们打游戏。那个重点是妈妈班长要自己要钱给他拿去，钱拿走了拿去买游戏，然后第二天就把它卖掉，又叫别人去买。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诈骗集团吧？你切，好，转弯。国建比吕说，斯蒂姆游戏都不开实况，在那边玩。飞鼠兄说，是阿奇自己觉得无聊吧 ？HP， 他都说哦，好累，不想开啊，开干嘛、啊？没有钱。我不会讲没有钱，是我在思考这个东西到底我现在直播意义有没有？比如说看到我自己打都想睡着了，那你们不是更想睡的？那个哇靠，这个没有钱，我就昏了。再无聊他都会玩，这就是因为没钱所以干。并没有，好不好，班长？说这话就严重太多了，是不是？啊，你发誓你绝对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哈，不然的话呢？我在直播原则上都已经赔钱了，妈的，这游戏都已经超过那个钱了。我怎么会这么在乎？反正是就分享，是不是？我有钱多，钱那么多怕吗？哎，对。国建比吕说，意义是三小说累了，结果不开台自己打电动。有的时候啊，有一些游戏你真的想好好品味的时候，你真的想自己开着，自己慢慢的去玩。因为有时候我跟你讲，直播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真的不知道自己边讲，然后你内容在玩什么，你会整个傻掉的。就玩到破了以后，你会发现，哎、欸，我刚刚到底玩了哪些东西，都已经忘光了，然后自己看重播了。说，很好，说很好，我根本就不是没上线，他只是隐藏上线而已。我并没有，好吧？哦，又在乱说话，班长哦，真的是，下次要把你请出派对，真的太可怕了，这乱讲话。派对是我的。哎，太可恶了，真的是。没有啦，就是游戏里面基本上。有一些新的东西，我先跟大家直播一下，对吧？那我就说回来真的下班很累。有时候你说我看到我在玩 game， 但是我开着我也不一定在玩。我放在那边装，不发呆，你知道吗？失望，等一下跟那个，等一下跟库尼一样，开着。我练角色，你就真的很无聊。莱恩群的就叫我开 XP， 就是我会开着。你看，哦靠，怎么又在 Witcher？ 其实没有，库尼早就已经潜落了。或者是哦，阿哥怎么还在回来走？没有，其实我只是开着那边吹电风扇。然后在那边看网页，有时候还在看日本大游民。飞鼠兄说：“讲干话也是 OK RXD。”国建比吕说：“你开着没玩这句话，你已经讲了 N 次了。”讲了 N 次，但是事实是这样没？阿奇不开直播，一直在自己偷打电动，是不是？是不是我现在什么话都没有讲啊，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讲啊。没有，因为你倒了一把油下去，害大家烧起来的。今天十分神啊！You owe 68,345。说，我也常常看到 AR 斯偷玩。这个应该上面那个有没有什么可以标注，就是此人正在发呆中之类的功能？没有，还要自己调，是不是？妈的，他们开的游戏都会觉得，哇、哦，还在打，怎么一直在打那一只？并没有 ，AP 货没有那个什么，过了几分钟没有操作的话，大家都那么说了，没有，你要自己按忙碌，好像要按忙碌，揪起来喽，还是什么的，哦，对啊，啊，有时候你根本就怎么会去用那个功能？说来人啊，带犯人阿奇是上堂，带飞鼠兄说，常看到偷玩加一，至于你是在睡觉还是干嘛，偷玩加一有开的。摄影机有看到你就好啦，跳到大黄河都起不起啊？跳到淡水河、碧潭都一样，好不好？哎、欸，碧潭就在公司附近，直接靠北。我是讲了嘛，啊，你回家你就一样嘛，你实况照开啊，你躺在床上你也开着实况，那个镜头有拍到你就好了。镜头拍到我这样也是实况，然后什么事都不做，就像我现在已经没有在玩 game 了，是不是？
这样也可以哦、喔。对啊，这样大家也会懂你吗？反正他们要你开，是这样。他们只是要你开台而已、啊。你看，你还是要钱嘛，對不對你就是要懂。并没有，好不好？说，开个玩笑而已嘛，不要这么认真，好不好？本台实况是非常轻松又愉快的，是不会要求大家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哦，好好的看我们台就可以了。阿哥要求很低的，只要大家给他钱就好了，就没有这一个要求。我们这台的钱的梗可以不要再继续玩下去了啊！我们有别人可以聊，有没有新的游戏？我把重点放在我们的一三报道 ，OK？ 今天这个一三有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啊，那你要抖念给我的可以啊，班长请抖。嗯，你先给我，不是我小起点，快来哦，小起点在等你哦，班长。你连退休账号都没有，还抖给我，你吃屎吧你妈的！哦，这好，这个现在是11:35，等一下12点的话，任天堂会有E3的那个实况报道哦。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等一下可以进来看一下。说，哎，阿斯这次的E3比较期待哪一款？因为那个没有日文，那只有中英文。我猜那个，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没有那个日文翻译的，我是他官方应该会有人讲日文之类翻译的吧？我有看到他有一个网站，嗯、但是我找不到官方的 YouTube， 他说他会上官方他会，他有一个就是日本的那边说有一个是那个什么，哎、欸，我想一下，他是那个同步那个、欸、不是同步啊，反正他那种说等你实况讲日文字幕版的那个，嗯，那个那个。You owe 68,345 之类的吧？去外优搜寻尼泰多斯波特莱特132017。有，应该是这一个吧？这个我 po 一下。但日本官网上面没有，没有。说有啊，官网上面有。我现在就在看，现在有6000多人在等待，应该是这个吧？对啊，但我等一下稍微技术性要稍微瞧一下，然后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第三 Sport 的直播哦。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个30分钟，等一下12点的时候我们再来开台哦。我们的库尼休息个30分钟超过12点好不好？现在40分嘞，是36分了。那休息个10分钟到15分钟，反正大家12点台湾时间12点的时候记得上来哦。啊，我们的库里长也会在里头，所以跟大家可以起来。希望等一下的连接会顺利。库里在看电视，他在不在？他没差吧？他是没有差的，反正他要看不看，他只要顾着看他的电视就可以了。可以啊。好，这个再次感谢这个 K 里长以及这个今天的科里长，还有我们的国建长的小几点的赞助。不是要讲干话到开播吗？科里长讲干话到开播也是可以，但是你要让我一抽根烟，然后让我调整一下，我现在画面还没有抓好哎、欸，是不是？好不好？那个有点难言啦，高毛哥，说阿奇辛苦啦，班长感谢你。好，那我们等一下稍微休息片刻。晴光，这个日本道明辛苦啦，我要睡觉，爸爸。好，晴光你就早点睡觉吧哈。说这个明天晴光再看，我也想借，但是很难的。OK。说晴光晚安。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哦，这个等一下日本大明再回来哈、哦。说各位还一个月省下来，烟钱可以多买两款游戏。W W。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来收看我们的日本大明下一 part 的任天堂E3的直播、哦。好，那就先这样，我们待会见，嗨嗨。